特別，幾有個性嘅香草味。而家就將新鮮嘅 wasabi 磨落去。其實 wasabi 最特別的地方是它磨了出來之後呢，你在30分鐘之內呢完成了個 dish， 如果不是呢，其實它的味道呢也都會慢慢地流失了，所以就要吃先至磨落去咯。這條 wasabi 是種在泥土裡面的嘛，是那個新鮮植物。